疫情趋缓，知名韩国女团 BLACKPINK、歌手张惠妹等预计在高雄举办演唱会，与歌迷们相见欢。范闲利用粉丝热切追星的心态，以假贩售演唱会门票方式诈财。警方接获多名被害人报案，称在网络上订票后收不到票，且对方即失联，惊觉遭诈骗。本大队会诊165资料库，初步清查全台被害人逾50人以上，平均每人遭诈金额新台币2000至8000元不等。本案经报请台湾高雄地方检察署指挥侦办，巡线追查确认范闲真实身份后，持拘票将本案的欧嫌查缉到案，另通知同伙莫嫌到案说明。那全案讯后，依触犯刑法诈欺罪嫌，移送台湾高雄地检署侦办。那主嫌欧嫌经台湾高雄地方法院裁定羁押。经查本案的诈欺双人组是由欧嫌先于社群网站演唱会卖门票的专业刊登售票讯息，随后以乱枪打鸟的方式私讯索票民众，提供向他人取得的购票证明截图，取信被害人，进而要求对方先行汇款或支付定金，后续再由莫嫌充当车手前往提款，过程故弄玄虚，要求被害人需证明自己是粉丝才肯卖票。那经调查，欧嫌于去年以类似的手法诈骗被害人财物，也经本大队具体到案，现又故技重施，遭警察获经法院裁定羁押。那本案的被害人以89年级生居多，多为在校学生或社会新鲜人。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燕志豪大队长特别提醒，民众于网络上订购商品应多方查证，尽量在实体店面或合法商家买卖为主，避免私下交易。由于犯罪手法推陈出新，不胜枚举，如果有疑义的话，可以直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等哈，这个要记录你，列出来。我来公安部在搜索他，你有手机要无？无。啊？无。安娜，你是应该咩啊？你这上的卡片。我们以前爱一队。够上的人。够出队了。够外口的人嘛。经大队。范闲冒名康圈玉、林圈展、陈圈成、徐圈和等多名身份，在网络上假卖演唱会门票，并要求粉丝要提供粉丝证明。若无法提供粉丝证明的话，还变成要加价贩售。另外，更提供假截取的购票证明。